一、人生观健康的生活态度，佛家思想，随遇而安。好天气，太好了，可以出门托钵；下雨天，太好了，可以在家静修。人来访，太好了，可以和人畅谈；人不来，太好了，可以独自看书。四、不足，汉武为君欲作先，石崇对父父母浅，嫦娥照镜嫌面丑，彩祖焚香祝寿年。人生在世不过数十载，三寸气短，遗弃了莫大财产。因爱夫妻，可爱子女，若到此时，家财珠宝何在？夫妻儿女在哪里？看人生这一样，有可用。人生是空耳，有形财物非永久，仅暂借看而已。古人云：世事沧桑，无限感；人生梦幻，有谁知？生活要平淡，得过且过，从平淡的人生中寻找乐趣。为人要平实，千万不要存有不利于人或害人的心，处事要平稳，不要想一步登天，应脚踏实地，遇事要平静，不慌不忙，冷静思考，心境要平和，知足常乐，凡事不要太计较，经常保持开朗的心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作马牛，往来产业儿孙得，罪业惹来自己担。人生不必苦贪囊，骄恶装浅道德忙，万贯家财儿孙得，威名空手见阎王，一命地狱严刑罪，罪恶依然自己当。阳上儿孙仍难待，自作自受惨悲伤，劝世在生多作善，任思免佛惨灾殃。健康是最佳利益，满足是最好的财富，守信的朋友是最好的亲戚，没有烦恼是最大的幸福，孝敬父母，爱护妻子，职业安定是最大幸福。健康是最佳的礼物，知足是最大的财富，信心是最好的品德。聪明的人，无论快乐或痛苦，都不会过度地表现他的感受。宽容和忍耐的人，将可得到朋友、财产、名誉和长久的康乐。一个人用钱应该合理，并且跟他的收入成比例，不可浪费，也不可吝啬，不可处心积虑贪图财富，也不可挥霍奢侈。一个人应该舍弃愤怒，拔除傲慢，超越所有的束缚，不执着心灵和物质的人，内心可收得到真正的安宁。幸运背后总是靠自身的努力在支持着，一旦自己松懈下来，幸运也就流走了。当我们得不到所想的东西时，必须爱我们现有的一切。快乐是由知足的心情中产生的，凡事只求尽心，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。尽心则是一种对生命诚实负责的态度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给自己的生命留下一点空隙，就像两车之间的安全距离，一点缓冲的余地，可以随时调整自己。进退有据，永远不要对自己灰心，永远不要看轻自己。只要你不放弃自己，不对自己失望，只要你下定决心有所作为，你就一定可以做到。这就是你对自己的诺言，也是你对自己的信任。高兴容易使人轻狂，得意容易使人忘形，财富容易使人放纵，成功容易使人骄傲。快乐的时候要谨防跌倒，凡事只求尽心，得之我幸，不得我命。生命的美不在他的绚烂，而在他的平和。生命的动人不在他的激情，而在他的平静。生命的美不在目的，而在力清。一个只顾低头赶路的人，永远领略不到沿途的风光。每一次的休息，只是为了另一次的起步。痛苦中不呻吟，贫困中不埋怨，失败中不颓丧，打击中不屈服。上天给予大地最好的礼物就是治愈的能力，人也一样。任何伤口在时间的医治下都会逐渐痊愈，因为这份恩赐，我们才能从泪眼中重拾欢颜，从颠扑中重拾举步的力量。欣赏你目前的环境，爱你目前的生活，在无意义之中去找意义，在枯燥之中去找乐趣。人生难免一死，
应趁有生之年多做一点善事，宛如从一花花朵做成许多花圈，莫轻视小善，以为我不会受报应。小水滴不断地落下，最后能灌满整个瓶子。所以聪明人逐渐积集小善，而致使他整个人充满着福德。在急躁的人群中要容忍，在凶暴的人群中要温和，在贪婪的人群中要慷慨。一个人言谈时，应避免以尖酸刻薄的话去批评别人。你要尝到成功的快乐，必先付出勤劳与努力的代价。百忍泰和人间和气福运开，家中吵闹便生灾。暗中在家邻居笑，定亏没有好日来。夫妻恩缘前生定，夫唱妇随万事成。百世修来共船渡，千世修来共枕眠。丈夫不可嫌妻丑，妻子切莫嫌夫贫。妻子丑陋前生定，夫家贫苦命生成。勤到好节贫家去，命穷难进富家门。夫为家门徒发缝，命不摧检助良人。平心思念姻缘美，等级无分敬月宾。九世同居少年不学老来悔，春不勤耕秋无收，勤读勤耕自认华，交商买卖眼前花。青春要有英雄气，男儿要为天下旗。事不三思终有悔，气能一忍永无忧。急难莫求无情汉，得时就近有道人。家中幸福贤夫造，室内平安至父母。妻贤何愁家不富，子孝何须富向前。父子同心家不退，兄弟和气家不分。世人见缺学人意，九世同居福禄来。奉劝为人子识者，堂屋以子轮流坐，媳妇也有做婆事。忍耐意志随身保，忍耐不忍惹灾祸，忍耐一时无事故，忍耐随身太平和。佛在灵山莫远求，灵山只在于心头。人人有个灵山塔，早向灵山塔下修，溪水已涨，人心难满，财不可不求，但也不可妄求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到底无。贫君闹事无人识，富在深山有远君。有钱有酒多兄弟，急难何增见一人。人情似纸张张薄，世事如棋局局新。马行无力皆因瘦，人不风流只为贫。人间有鬼，那里看？爱酒就是酒鬼，好色就是色鬼，贪财就是钱鬼，着气就是恶鬼。这些鬼乃是歹人学的人间鬼，这生为鬼来生哪有可能再为人。你要谨慎，酒、色、财、气四大陷阱，落阱容易，出阱难。笼子中的鸟、鸡，从生到死，都是生活在又狭又低、不见天日的笼子中。你看到这种情景，有何感想？在街头巷尾，往往可看到又臭又脏又瘦的狗，在外受风雨、受寒、亦受饥饿，甚至受病魔缠身，这是何等的凄凉可怜！其实这便是地狱图，你还要到哪里看地狱？你假使这世为非作歹，因此看到他们就要想到自己，眼前就有地狱图可看，阴山时时出现在眼前，难道你不怕？深深自我反省吧，一口气不来，你这人学变成一堆死物，人见人怕，过了数日就腐烂发臭。平时和你恩恩爱爱的妻子儿女，再也不敢亲近你，并且你的人学再也不能放在你的房里。想想看，到这时候，还有什么是你的？不但妻子儿女、家财房屋、事业地位不是你的，甚至连你自己的人学也不是你的，一堆臭肉埋在墓里，你还有什么？你假使认为世上还有什么是你的，依然揸着不放，这就太可怜了。酒有开怀一举伤，交来畅饮醉来狂。家财难作千年计，日月催千两财伤。死后恩怨当自受，生前罪业谁忘？人间可叹虚花景，世上堪叹苦海长。贪名逐利满世间，不如破衲道人闲。
龙居有食汤窝近，野学无良天地宽，富贵百年难保守，轮回六道易循环，劝君早办修行路，一失人生万劫难，人情相见不如初，多少贤良在困途，锦上添花天下有，雪中送炭世间无，时来易得金千两，运去难得走半户，堪叹眼前亲戚友，谁人肯济急时务，别却家园出外游，当悔冷眼看公后，文章盖世终归土，武略超群尽白头，不如正坐蒲团上，莫惹凡间半点愁。一日三餐充饱暖，得悠悠处且悠悠，看破红尘待若何，犹如新燕补旧窝，到头辛苦还辛苦，入世逐波往逐波，积万黄金空白手，争名夺利尽虚浮，万般算起云如梦，何不回头念弥陀，争名夺利勿好求，辛辛苦苦用心谋，三餐有食而知足，入世无亏便可收，真若难医冤业病，横财不富命穷人，有志不在年高，无志虚度光阴，横财不富命穷人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为人不必妄贪财，财来不正天降灾，若是有钱人不在，不如人在少贪财，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，让三分风平浪静，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一劝子女人，父母恩爱心，食娘心头血，养大长成人，此恩若不报，枉做世间人，奉劝父母人，凡事爱平心，哥哥身下落，大细一样心，爷娘不平等，兄弟不和心，奉劝兄弟人，家内爱和心，莫听妇人言，同胞骨肉亲，那个亲兄弟，为人师兄，天合群周行过了，勤苦节用莫求人，空手求人像吻壁，求人像吞三寸剑，靠人如上九重天，百般口语不如钱，贫人莫去求父亲，父亲见我是壁人，不信但见言忠直，杯杯盏盏敬有钱。父母不好谁是亲，不孝父母敬何人，一年一月一日新，三年胜败几多人，若问此文何人赞，真理信者劝世人。二劝孝八反该幼儿言骂我，我心觉喜欢，父母亲怒我，我心反不甘，一喜欢一不甘，待儿待亲何相怨，劝君今后逢亲怒，也将亲作小儿看，而背出千言，君听常不厌，父母一开口，便道多管闲，非管闲，亲驾轩，号守白头多金念，劝君因奉老人言，莫教语口争长短，看君神入室，买饼又买糕，小民供父母，多说自而嘈，亲未善，而先饱，爱护心肠何颠倒，劝君多出饼糕钱，供养白头光阴少，市上检药物，只买肥而软，老官虽病弱，不买还少单，而故瘦，亲亦残，依而如何在乎先，割骨还是亲的肉，劝君及早住亲颜，富贵养亲儿，亲常有未安，贫贱养儿难，而不受饥寒，一条心，分两半，亲则推贫而不言，劝君莫推家不富，薄食先亲自然安。相信相信许多的机会及幸福不是人人皆可得知，但你却可以去创造机会及幸福。相信自己没有寿长如线的生命，但你却可以把握着青春年华。相信人人皆有缺点，但每一个人却有他可爱美丽的一面。相信自己不能常常一帆风顺，随心所欲，但可以每每都无愧于天，无愧于地，无愧于己。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事事成功，但你要把握今天。相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一番大事，但你要做得心安理得。相信世人不是人人都能成为显著富贵之人，但人人皆能活得不平凡。相信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圣者或伟人，
但你却可以做好你自己，正思心与温室中的小花，很难适应外面繁杂的世界。所以一个人应从困境中不断地磨练自己。正思心与温室中的小花，很难适应外面繁杂的世界。所以一个人应从困境中不断地磨练自己，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，多方面的磨练，虽然苦了自己，欲使自己从而其中学习得更多。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，常常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，需有保持乐观的心情，才能处之泰然。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犯错，犯错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犯错之后不能及时回头改过向善，唯有弄清方向才能掌握目标。人唯有在不断地牺牲奉献中，才能体会出生命的意义和找出原本的自我。凡事只要你认为你自己做的对，就不要在乎别人对你的看法如何。每日多反省自己，是促使品性更加良好的润滑剂。逆境虽然足以使一个人颓丧消沉，却也足以使一个人在逆境中坚强起来。真正的快乐是无忧无虑的，而人唯有在不断的牺牲奉献与行善中，才更能体会得出。心慌可能乱了做事的原则，而乱可能坏了方向的把握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就算是圣人也有犯错的时候。所以对于别人的无心之过，我们就要尽量宽容他，让他也有改过的机会。先要尊重别人，别人才会尊重你。先要和别人做朋友，别人才会和你做朋友。不错，的确有无数的明天。如果凡事老是抱着一拖再拖的心理，终至一事无成，平静的心情可以消除不必要的紧张与忧郁。大凡一个成功的人物，都是从艰困的环境中奋斗起来的。净化人心的善书，可提升人类心灵的纯净。凡事尽量小心谨慎，自然就可以避免犯错。时间固然宝贵，但若不懂得好好地利用珍惜，时间仍然会在无声无息中流走的。随时开门七件事：有某女士出身书香门第，家中有财势，自嫁某名士后一变而主妇，日常家务需亲自操持，与娘家士之生活回然不同，乃作诗以寄慨。琴棋书画诗酒花，当年件件不离他，而今七事都更变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她丈夫见之后，乃勉强顾一女，可是又如且懒，弄得家事散乱无章，经常污浊不堪，乃作诗云：顿薄由来懒性多，人家哪得懒如他，隔日由碗上流灶，过年残羹尚在锅，饭盖生尘从未熄，厨刀上锈不曾磨。近来学得痴呆计，喝马油烟没奈何。世间有部分的人，因一念之差，无恶不作，被良心谴责，欲思反悔，改过前非，重新作人，回头是岸，这亦算是好人。世间有部分的人，因一念之差，无恶不作，被良心谴责，欲思反悔，改过前非，重新作人，回头是岸，这亦算是好人。人生在世间，只生存，而南征北讨，勤俭积蓄，购置田店万甲，洋楼千幢，黄金万贯，仅换一日三餐，不过十碗饭，夜眠不过七尺床，享受不过百年。如果在世寸善不行，骗得不收，分文不舍，不信因果，不怕报应，事事刻薄，忤逆父母，做事违背良心，逆天理，不守道德，视财如命，一定带后果。虽目前享受，无过后代富，为人故事，无恶不作，被人所怨，天地谴责，必生业子，投胎报应，耗他之财，败他之名，出他之丑，害他之身，三寸气断，死到冥府，查问阳世功果，无言可答。
父唔得及，妻子亦未得代替，自作自受，被各殿阎王轮回刑罚，坠落地狱，永远不能超生之苦，枉费生前争权夺利，一世富贵可用，天理昭昭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远在子孙，近在眼前，可以参着过去善与恶，最后后果真分明。做善者此青松，贫不久；做恶者此红花，富不长。姑姐之间要礼让，且莫小事争短长，细察是非防口舌，三从四德不可忘。兄弟相爱偏兄弟本事同根生，莫因小事起争论，手足之情诚可贵，万事皆念骨肉亲，人生难得兄弟爱，同心协力讨边金，谦让尊敬情义长，天伦之乐喜洋洋，为人当孝孔让梨，桃园结义留关张，上山打虎亲兄弟，历代相传美名留，孝顺父母偏父母恩情似海深，人生莫忘父母恩，生儿育女循环理，世代相传自古今，为人子女要孝顺，不孝之人罪逆天，家贫才能出孝子，了受想之报与恩，养育之恩不图报，望子成龙百费心，夫妇好合偏男子有嫌妻貌丑，父必不怨夫家贫，贫穷富贵皆由命，夫妇相处要真诚，刚柔相济两相安，和气家中小祸端，同甘共苦好度日，清寒亦各有温暖，夫妻本是前世缘，珍惜短促好时光，夫妇如宾互尊敬，百年连理实非易，欢宜欢怀过几年，人生人死住生前，随高随下随时过，或短或长莫怨欠，家富家贫忧叹息，自无自有总有天。平生衣食随缘好，才得清闲便是仙，世上人生几十年，富贫受邀住生前，盛衰贵贱鬼因定，轻败饥寒报应欠，残废困穷忧叹息，显荣福禄总有天，素餐淡饭随缘过，一日清闲一日仙，为人不可不回头，名利英雄有日忧，千种情怀千种恨，一分荣辱一分忧，红尘大厦千年计，白骨方交一土忧，开口对人闲借问，谁不了谁愁，劝君必定早回头，富之功名有日忧，千种恩仇千种恨，一生荣辱一生忧，万金不是千年计，清野只非一土忧，沧海桑田多变幻，沦亡世态使人愁，终日茫茫无了期，不如退步隐清居，草衣遮体同令断，野菜充饥胜肉雨，世事纷纷如电闪，轮回滚滚似云飞，今天不觉明天时，哪有功夫理是非，苦苦劳劳无了期，回头修行隐清居，临泉水景逍遥在，山岭风光快乐戏，世上俗情多变幻，人间凡事尽稀奇，愿心学道求真理，不顾红尘名利非，衣食无亏便好忧，人生世上似浮游，石崇不享千年富，韩信空城十大谋，花落三春冷大恨，谷开九月叹含愁，山林幽静多清恶，何必荣风万户侯，人生可比来溜客，贫穷富贵几十年，万贯家财带不去，一生空手到阴间，有收之人金银宝，无收之人不值钱，任你田地千万甲，享福也是几十年。无常来到无人情，不要金银不要钱，阎王注定三更死，不肯留家一时间，夫妻恩爱终有别，子孙难保我寿年，丢下家业而宣守，任师有罪子当然，自古害人终害己，各人抬头看上天，万般自作还自受，无人与你替罪牵，莫道天公无报应，远报儿孙近身变，为人有过急速改，改恶行善能解冤，万典经书讲不尽，总归为要好心田，功果圆满天书俏，含笑以终得升天，人在世间非容易，在外做人恐更难，欲生福地无难处，全心积德却无难，善男信女有同意，待天尊化作福田，若有男妇不识字，
拜托诸君代传孙，读者回心归善道，听者个个学善缘，老者听去添福寿，小者富贵万万年。书侯小贤功德最大的善事是什么？就是印善书来送人，因为各种的善事，或是在一个地方的人能够得着好处，或是在一个时候的人能够得着好处，只有印善书送人，可以到流通各处地方，可以传流到永远年代，所以功德最大。并且看见善书的人本来是善的，看见了善书可以更加高兴做善事，本来不善的人看了善书也可以劝动他做善事的心，人人有做善事的心，那么天下的人就都是善人，善人多了，种种的善事就都有人去做了，看了善书就会动做善事的心，那么看善书就是做各种善事的根本，所以印善书送人的功德是大得了不得，随便什么善事都比不上的，在印善书所作恶业皆能消灭，在印善书永离恶道，受生善道，在印善书愚者转智，病者转健，在印善书立功立德，圣凡如意，传阅善书普传圣道，护持正法，传阅善书福神护持，横逆不侵，传阅善书举手之劳，度人万千，传阅善书如同参与普化圣功，传阅善书消冤解结，福禄殊胜。